乃哥有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一开始这个我们第三季开始，你有在媒体上面说，如果有选手游泳赢过你，你要拿10万块钱出来，这个还有吗？一定有，我们要比50公尺就好了。哦哟，下站别，对，对，参战全明星50公尺游泳，蓝队锅底夺 MVP， 热哭贺军翔。神秘嘉宾，乃至尊驾到全明星，全都给我来敬老尊贤哦。话说啊，乃哥下了牌桌，依旧赌性坚强啊。乃哥有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一开始这个我们第三季开始，你有在媒体上面说，如果有选手游泳赢过你，你要拿10万块钱出来，这个还有吗？一定有，我们要比50公尺就好了。哦哟，下站别，对，别生气，我也生，可以，我们生，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因为我下一站要出国，来桌上送饮料，那我是说，我很不建议大家喝饮料，什么现在就那些送钱。这是一个发嘛，对，我捐8000，也谢谢大家这么照顾新娘，比乃哥有礼貌。为了在新的比赛项目藤球夺下好成绩，蓝队心酸画面流出。来，哇，顶风信箱，可以了，去找到新的工作，是不是？在海洋公园上班。杀技过往脊椎，从锅底大逆袭。在发球的时候可以看到呢，这个粉色的哇，田一宁这个发球很有水准哎，台球就是一个 S 的概念，直接得分。他在第一个球几乎是贴着网子过去。对，那一宁呢用的是独门发球，再直接发球得分。又是发球直接得分，宇宙的发球也是让人完全防守不了，相当致命哎，非常稳定哎。林思雨今天真的是堪称女杀手等级啊，又发给我，他是挑弱点攻击啊。现在红队已经是7-1，6分领先喽。暂停，换人，换人。在前届的鬼之暂停、鬼之换人奏效下，蓝队直落二夺得胜利。好，现在贾凡教练大来宾要宣布 MVP 得奖的是田一宁。恭喜恭喜！谢谢队友，因为我其实每个项目都花很多时间前进，然后有时候表现不好的时候，他们也都没有怪我，然后都很信任我。我也很谢谢姐姐，还有队长。队长哭了。他是比，就他是比所有人付出还多的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感动。今天的 MVP 颁给他，就是很棒，很值得。我们到底已经梳洗就奖杯，